暗器，我们中国有很多种。这是金钱镖，这是日本铁海星，这是飞针，这是飞环，这是飞刀，日本飞刀，这是飞镖，十字镖，这是小写弟子，铁机灵。什么？你看不见，这叫袖箭。袖箭。这才是真的暗器。很好。这法钗不算暗器吗？算，我很佩服。闪开！别怕，没有了。你发暗器的动作太大，对方会有机会防避。这是中国有名的佩剑，可使对方防不胜防。